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唐继宾国三藏般若凤爪译。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称叹如来甚功德已，告诸菩萨及善财言：善男子，如来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诸佛，今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劫，相续演说，不可穷尽。若欲成就此功德门，应修十种广大行愿。何等为十？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请转法轮；七者，请佛注视；八者，常随佛学；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善财博言：大圣，云何礼敬乃至回向？普贤菩萨告善财言：善男子，言礼敬诸佛者，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成数诸佛世尊，我以普贤行愿力故，生心信解如堆目前，悉以清净生与意业，常修礼敬，一一佛所，皆现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身，一一身遍礼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佛，虚空界境我礼乃敬，以虚空界不可禁锢，我此礼敬无有穷尽。如是乃至众生界境、众生业境、众生烦恼境，我礼乃敬，而众生界乃至烦恼无有禁锢，我此礼敬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称赞如来者，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刹土，所有即为一一成中，皆有一切世界即为成数佛，一一佛所皆有菩萨海会围绕，我当悉以甚深甚解现前之见，各已出过辩才天女微妙舌根，一一舌根出无尽音声海，一一音声海出一切言辞海，称扬赞叹一切如来诸功德海，穷未来际相续不断，尽于法界无不周遍，如是虚空界境、众生界境、众生业境、众生烦恼境，我赞乃敬，而虚空界乃至烦恼无有禁锢，我此赞叹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广修供养者，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城中，一一各有一切世界，即为城数佛，一一佛所，种种菩萨
海会围绕，我以普贤行愿力故，起生信解，现前之见，悉以上妙诸供养具而为供养。所谓花云、满云、天音乐云、天伞盖云、天衣服云、天种种香、涂香、烧香、墨香，如是等云，一一亮如须弥山王，燃种种灯、酥灯、油灯、诸香油灯，一一灯柱如须弥山，一一灯油如大海水，以如是等诸供养具，常为供养。善男子，诸供养中八供养罪，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善男子，如前供养无量功德，彼法供养一念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俱至那由他份、迦罗份、算份、数份、欲份、优波尼沙陀份，亦不及一。何以故？以诸如来尊重法故，以如说行出生诸佛故。若诸菩萨行法供养，则得成就供养如来。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此广大最胜供养，虚空界境，众生界境，众生业境，众生烦恼境，我供乃尽，而虚空界乃至烦恼不可尽故，我此供养亦无有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异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忏除业障者，菩萨自念，我于过去无始劫中，由贪嗔痴发生口意，作诸恶业无量无边，若此恶业有体相者，尽虚空界不能容受，我今悉以清净三业片于法界，即为成刹一切诸佛菩萨众前，诚心忏悔，后不复造，恒诸境界一切功德，如是虚空界境、众生界境、众生业境、众生烦恼境，我忏乃尽，而虚空界乃至众生烦恼不可尽故，我此忏悔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异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随喜功德者，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成数诸佛如来，从初发心为一切智勤修福聚，不惜生命，今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劫，一一劫中舍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头目手足，如是一切难行苦行，圆满种种波罗蜜门，证入种种菩萨智地，成就诸佛无上菩提，即波涅盘分布设立，所有善根我皆随喜，即彼十方一切世界六趣四生一切种类所有功德，乃至一乘我皆随喜，十方三世一切声闻即辟之佛，有学无学所有功德，我皆随喜，
一切菩萨所修无量难行苦行，至求无上正等菩提广大功德，我皆随喜。如是虚空界境，众生界境，众生业境，众生烦恼境，我此随喜，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请转法轮者，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城中，一一各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广大佛刹。一一刹中，念念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一切诸佛成等正觉，一切菩萨海会围绕，而我悉以身口意业种种方便殷勤劝请转妙法轮。如是虚空界境，众生界境，众生业境，众生烦恼境，我常劝请一切诸佛转正法轮，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请佛注视者，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成数诸佛如来，将欲示现般涅盘者，及诸菩萨声闻、缘觉、有学、无学，乃至一切诸善之事，我悉劝请莫入涅盘，今于一切佛刹即为成数劫，为欲利乐一切众生。如是虚空界境，众生界境，众生业境，众生烦恼境，我此劝请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常随佛学者，如此娑婆世界毗卢遮那如来，从初发心精进不退，以不可说、不可说生命而为布施，剥皮为纸，吸骨为笔，刺血为墨，书写经典积如须弥，为众法故不惜生命，何况王位、诚意、聚落、宫殿、园林一切所有，给予种种难行苦行，乃至树下成大菩提，是种种神通，起种种变化，现种种佛身，处种种众会，或处一切诸大菩萨众会道场，或处声闻及辟之佛众会道场，或处转轮圣王小王眷属众会道场，或处刹利及婆罗门长者居士众会道场，乃至或处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众会道场，处于如是种种众会，以圆满音如大雷震，随其要语成熟众生，乃至示现入于涅盘。如是一切我皆随学，如今世尊毗卢遮那，如是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所有城中一切如来，皆亦如是。于念念中，我皆随学，如是虚空界境、众生界境、众生业境、众生烦恼境，我此随学，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恒顺众生者，为净法界、虚空界、十方刹海所有众生种种差别，所谓卵生、胎生、湿生、化生、
或有依于地水火风而生住者，或有依空及诸秽木而生住者，种种声类，种种色声，种种形状，种种相貌，种种寿量，种种族类，种种名号，种种心性，种种知见，种种欲养，种种异形，种种威仪，种种衣服，种种饮食，处于种种村营聚落，城邑宫殿，乃至一切天龙八部、人非人等，无族、二族、四族、多族，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如是等类，我皆于彼随顺而转。种种成事，种种供养，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及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益，于诸病苦为作良医，于师道者是其正路，于暗夜中为作光明，于贫穷者令得福藏。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何以故？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于众生尊重成事，则为尊重成事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何以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譬如旷野沙气之中，有大树王，若耕得水，枝叶花果悉皆繁茂。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何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善男子，汝于此意应如是解，以于众生心平等故，则能成就圆满大悲；以大悲心随众生故，则能成就供养如来。菩萨如是随顺众生，虚空界境，众生界境，众生业境，众生烦恼境，我此随顺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异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不皆回向者，从初礼拜乃至随顺所有功德，皆悉回向净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愿令众生常得安乐，无诸病苦，欲行恶法皆悉不成，所修善业皆速成就，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开示人天涅槃正路。若诸众生因其积集诸恶业故，所感一切极重苦果，我皆代受，令彼众生悉得解脱，究竟成就无上菩提。菩萨如是所修回向，虚空界境，众生界境，众生业境，众生烦恼境，我此回向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异业无有疲厌。善男子，是为菩萨摩诃萨十种大愿具足圆满。若诸菩萨于此大愿随顺去入，则能成熟一切众生，则能随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则能成满普贤菩萨诸行愿海。是故善男子，
汝于此意，应如是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满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一切世界上妙七宝，及诸人天最胜安乐，布施而所一切世界所有众生，供养而所一切世界诸佛菩萨，经而所佛刹，即为成数劫，相续不断，所得功德。若复有人闻此愿王一经于耳，所有功德比前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优波弥沙陀分亦不及一。若复有人以深信心于此大愿，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一四句偈，速能除灭五无见业，所有世间身心等病种种苦恼，乃至佛刹，即为成数一切恶业，皆得消除。一切魔君、夜叉、罗刹、若鸠盘荼、若毗舍蛇、若不多等淫血淡肉诸恶鬼神，皆悉远离。或时发心清净守护，是故若人诵此愿者，行于世间无有障碍，如空中月出于云翳，诸佛菩萨之所称赞，一切人天皆因礼敬，一切众生悉因供养，此善男子善得人身圆满普贤所有功德，不久当如普贤菩萨速得成就微妙色身，具三十二大丈夫相，若生人天所在之处，常居圣足，悉能破坏一切恶趣，悉能远离一切恶友，悉能制服一切外道，悉能解脱一切烦恼，如狮子王摧伏群兽，堪受一切众生供养。又复是人灵命终时，最后刹挪，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福将大成，功成内外，相马车胜，珍宝福藏，如是一切无复相随，唯此愿王不相舍离，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挪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道已，即见阿弥陀佛、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自在菩萨、弥勒菩萨等，此诸菩萨色相端严，功德具足，所供围绕，其人自见生莲花中蒙佛授记，得授记已，今于无数百千万亿那由他劫，普于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依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利益，不久当作菩提道场，降伏魔君，成等正觉，转妙法轮，能令佛刹即为成数世界众生发菩提心，随其根性教化成熟，乃至尽于未来劫海，往能利益一切众生。善男子，彼诸众生若闻若信此大愿王，受持读诵，广为人说所有功德，除佛世尊于无知者，是故汝等闻此愿王，莫生一念，应当谛受，受以能读，读以能诵，诵以能持，乃至书写，广为人说，使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所获福聚无量无边，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令其出离，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
欲重宣此意，普观十方而说偈言，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我以清净生与意，一切片理尽无余，普贤行愿威神力，普现一切如来前，一生复显刹成身，一一片理刹成佛，于一城中成数佛，各处菩萨众会中，无尽法界成一然，生性诸佛皆充满，各以一切音声海，普出无尽妙言辞，尽于未来一切劫，赞佛圣身功德海，以诸最胜妙花蛮，伎乐涂香及伞盖，如是最胜庄严具，我以供养诸如来，最胜衣服最胜香，末香烧香与灯烛，一一皆如妙高具，我悉供养诸如来，我以广大圣洁心，生信一切三世佛，悉以普贤行愿力，普遍供养诸如来，我其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十方一切诸众生，二圣有学及无学，一切如来与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喜，十方所有世间灯，最初成就菩提者，我今一切皆劝请，转于无上妙法轮，诸佛若欲是涅盘，我悉至诚而劝请，唯愿久住刹成劫，利乐一切诸众生，所有礼赞供养佛，请佛住世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及佛道，我随一切如来学，修习普贤圆满行，供养过去诸如来，给予现在十方佛，未来一切天人师，一切意养皆圆满，我愿普随三世学，速得成就大菩提，所有十方一切刹，广大清净妙庄严，众会围绕诸如来，悉在菩提树王下，十方所有诸众生，愿离忧患常安乐，获得甚深正法力，灭除烦恼尽无余。我为菩提修行时，一切去中成宿命，常得出家修境界，无垢无破无穿漏，天龙夜叉鸠盘图，乃至人与非人等，所有一切众生语，悉以诸因而说法，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失菩提心，灭除障垢无有余，一切妙行皆成就，与诸惑也及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
悉除一切恶道苦，等与一切群生乐。如是精于刹成劫，十方利益恒无尽。我常随顺诸众生，尽于未来一切劫，恒修普贤广大行，圆满无上大菩提。所有与我同行者，于一切处同集会，身口意业皆同等，一切行愿同修学。所有益我善之事，为我显示普贤行，常愿与我同集会，与我常生欢喜心，愿常面见诸如来，及诸佛子众围绕，于彼皆心广大供，尽未来劫无疲厌，愿持诸佛为妙法，光显一切菩提行，究竟清净普贤道，尽未来劫常修习。我于一切诸有中所修福智恒无尽，定会方便及解脱，获诸无尽功德藏，一乘中有成数刹，一一刹有难思佛，一一佛处众会中，我见恒眼菩提行，普尽十方诸刹海，一一毛端三世海，佛海给予国土海，我偏修行精解海，一切如来与清净，一言具众音声海，随诸众生一咬音，一一留佛辩才海，三世一切诸如来于彼无尽语言海，横转理趣妙法轮，我生智力普能入，我能生入于未来，尽一切劫为一念，三世所有一切劫为一念计，我皆入，我于一念见三世，所有一切人师子亦常入佛境界中，如幻解脱即威力，于一毛端即为中出现三世庄严刹，十方成刹诸毛端，我皆生入而严禁，所有未来照世灯，成道转法悟群友，究竟佛事是涅盘，我皆往意而清净，速集周遍神通力，普门遍入大圣力，智行普修功德力，威神普覆大慈力，遍尽庄严圣福力，无着无依智慧力，定会方便诸威力，普能积极菩提力，清净一切善业力，摧灭一切烦恼力，降伏一切诸魔力，圆满普贤诸行力，普能严禁诸刹海，解脱一切众生海，善能分别诸法海，能胜生入智慧海，普能清净诸行海，圆满一切诸愿海，清净供养诸佛海，修行无倦精解海，三世一切诸如来
最胜菩提诸行愿，我皆供养圆满修，以普贤行悟菩提，一切如来有长子，彼名号曰普贤尊。我今回向诸善根，愿诸智行悉同彼，愿身口意恒清净，诸行刹土亦复然。如是智慧号普贤，愿我与彼皆同等。我为遍景普贤习，文殊师利诸大愿，满彼视野尽无余，未来季节恒无倦，我所修行无有量，获得无量诸功德，安住无量诸行中，了达一切神通力，文殊师利勇猛智，普贤慧行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行，愿我临遇命中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我既往生彼国矣，现前成就此大愿，一切圆满尽无余，利乐一切众生界，彼佛众会贤清净，我时于圣莲花生，亲睹如来无量光，现前受我菩提记，蒙彼如来受记忆，化生无数百俱之，智力广大遍十方，普利一切众生界，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极业烦恼尽，如是一切无尽时，我愿究竟恒无尽，十方所有无边刹，庄严众宝供如来，最胜安乐施天人，今一切刹为成疾，若人于此胜愿王，一经于耳能生信，求胜菩提心可养，过胜功德过于彼，即常远离恶之事，永离一切诸恶道，速见如来无量光，具此普贤最胜愿，此人善得胜寿命，此人善来人中生，此人不久当成就，如彼普贤菩萨行，往昔犹无智慧力，所造极恶无无见，送此普贤大愿王，一念宿疾皆消灭，足信种类及容色，向好智慧贤圆满，诸魔外道不能摧，堪为三界所应供，速忆菩提大树王，坐以降伏诸魔众，成等正觉转法轮，普利一切诸寒士，
若人于此普贤愿。读诵受持及演说，果报为佛能证之，决定获胜菩提道。若人诵此普贤愿，我说少分之善根，一念一切悉皆缘，成就众生清净愿。我此普贤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于如来前说此普贤广大愿王清净记忆，善财童子踊跃无量，一切菩萨皆大欢喜，如来赞言：善哉善哉。尔时世尊与诸圣者菩萨摩诃萨演说如是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圣法门时，文殊师利菩萨而为上首，诸大菩萨即所成熟六千比丘，弥勒菩萨而为上首，贤劫一切诸大菩萨，无垢普贤菩萨而为上首，一生补处住灌顶位诸大菩萨，及于十方种种世界普来集会一切刹海，即为成数诸菩萨摩诃萨住大智舍利弗摩诃目犍连等而为上首，诸大声闻并诸人天一切世主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侯罗伽人非人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